有朋友说我说话像蜡笔小新，那今天就带你们去他家看看。从站台出来就能看到小新的广告牌，他们家经常逛的超市。下了扶梯以后就是小新的家了，进去先消个毒。小新的屁股，还有他们的全家福，小白的脚爪像四朵梅花，王志的脚好大，美牙的手，他的手指好长，小新家的车，坐上去试试，没人开啊，还是得靠自己。一整墙的剧场版，还有电影里的道具，满满的回忆。他们家的游戏厅，16岁未满不能进去，我已经满了。里面的墙壁上也都是关于小新的故事。我钱包里唯一的100块，就想要一个小新的玩偶。他们家的游戏太难玩，还是去公园找他玩吧。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小新，还有他的妹妹，还有他家的狗。哦，跟我的衣服颜色一样，是不是很可爱？风间，哎，阿呆真的好呆呀。哦，妮妮的衣服好漂亮啊，握手。这刘海是天津大姨烫的吗？这个钟也好可爱啊。玩累了还可以去旁边的麦当劳，点儿童套餐还会送你蜡笔小新。这好像跟蜡笔小新没什么关系。非常的适合。